其实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只感觉冥冥之中有东西在提示我，能力越大，责任就越大。在这天之前，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宠物店店员。在医院有认识几个不错的精神科医师哎。OK。谢了。还是说你做了很糟的事情，老天要惩罚你？陪伴你们这十几年，是我生命。